女星初次做抹片，惊见可怕疾病已缠身。我一直以来都没有做过抹片，有一次我身边的朋友大家都在揪打子宫颈癌的疫苗，但我到了现场，医生就要求我要做抹片，我就上去做，那时候就有确诊出我有原位癌，病变范围有点大，所以就做了圆锥状的切除。他说如果我又再复发的话，再做这个手术，就是未来如果有怀孕的话，就会有流产的风险。今晚10点，东森综合32频道，医师好辣。